封闭而已。在法语中是欺骗眼睛的意思，这只会让观画者以为是实物，其实是一种逼真画法。古希腊的画师洛克西斯原本就很会画画，他画的葡萄逼真到小鸟会飞过来啄食。另一位画师巴赫西斯对此却不以为然地吹嘘说，你的画只能骗小鸟，我的画却能骗过人的眼睛。于是洛克西斯就要求看巴赫西斯的画，巴赫西斯说画在窗帘后面，你自己去看吧。于是洛克西斯大步走过去，想拉开窗帘看画，没想到那个窗帘就是巴赫西斯所画的错视画。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，想将眼前所见保存下来的欲望成了绘画的起源，而画家们的一贯想法就是画的逼真。同样源于古希腊传说，一名少女与情人离别之际，她点燃一盏灯，并让情人站在墙壁面前，勾勒出情人影子的轮廓，再比照情人的模样在轮廓内部一笔一画的描绘，这就是绘画的起源。如果有人作画是为了让即将消失的物体重现眼前，永远留存，那么这种想法越强烈的人必然越热衷于错视画。